2月9日晚，章子怡通过微博晒一家四口全家福，并感谢汪峰为自己庆生，幸福的写道：“有家新彩电，新定则万事皆棉。”艾特汪峰，愉快的生日，谢谢。照片中，汪峰怀抱星星，章子怡一身黑色短裙，露出性感长腿，将大女儿搂在怀里，一家人对镜露出甜美幸福的笑容，温馨有爱，令人羡慕。随后，汪峰转发章子怡微博，并晒老婆，称有你有家人的温暖足矣。经历了这些流转的岁月，到如今你们的欢笑就是彼岸。生日快乐，老婆！此秀恩爱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祝福，称一家四口好暖心，祝小妈生日快乐，阖家幸福哟。过去如何不重要，祝你们以后温暖如今日。